这多么的，我跑这一斤多的车子。如果说飞机来，你们出来看来，大爷，说你们一肯敢在吗？现在你们站在那里，你们躲着你们也不敢在吗？现在干爹，我们也在说。反正你们也不敢在吗？你们个小子，你们为什么要缅甸说赶快打仗？不打仗就为了中国要人啊？也不是群众老百姓错啊！要不要吼？我们这些老百姓吼不吼？你们把他放了，你们把他放了。我们的那没过。小王来听我说，听哥打了，中国干不要钱，小心，他们不要钱，你抢不掉，来，骂死了，不要再吃了。